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，这一国三位，先讲一下自己最厉害。对对对，是吗？我最会唱歌。你是？他卖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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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急了。我讲的是实话，我没有夸奖自己。你就是唱歌还好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你觉得是我害你，你就是谁设的陷阱？对啊。哦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帅哥，你先讲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怀疑别人，就是怀疑别人。肯定啊，你就我觉得。